哼，这雷电狂风管是你故意的！你竟敢算计本座！虽然我法力低微，但好在我机智。呸！你别白费力气了，光是这样根本换不回来的。法力使不出来了吧？ 你刚才不是很威风？我不怕告诉你，不管你多厉害，你只要在我这个废柴身体里面，保准你什么都干不成。什么都干不成，什么都干不成，你很光荣是吧？过奖过奖。也对，都能用本座的身子去找别人侍寝，自然高兴得很。 我不找别人，难道我找你啊？对啊，看不出你平时装出一副高傲冷淡的样子，没想到女人也不少。本座何曾有女人？明明就有。本座说没有就是没有。还装糊涂，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呀？哼，本座也无需向你自证清白。对啊。 反正你都说了，对我并无半分情意，你的事与我何干？我还不感兴趣呢。你知道便好。哼。你还有心思与本座磨牙斗嘴？你可知你我现在处境？蠢女人，你冒充本座一整天，没发现吗？ 一旦有人知道本座与你互换了身体，现在是废物一个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你我都会死无全尸。你还活着，不过是侥幸。你是故意吓我的，对不对？ 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了，你现在自己不也叫不出闪电吗？你别光说我了，你也想想办法。你笑什么？哎呀，我就是觉得看我自己的脸，做这么恐怖的表情，挺好笑的。啊。 我就是一介不入流的小仙女，平时对人点头哈腰都来不及呢，哪知道什么目空一切呀？你更别说什么睥睨天下。哎，我累了。罢了，你只需记住，谁也不能怕，谁都不能信。 那商榷呢？商榷不是你的心腹吗？他也不能信。本座只信自己。你还有脸提训风？他与本座自由一同长大，是最有可能发现你我幻身秘密的人。如若被他发现破绽，你与我……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与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都说过很多次了。罢了。 反正明晚便会有雷电降临，在那之前，你可也不准离开本座。时间一到，就立刻换回来。
一刻也不能离开。那你洗澡怎么办？